我正在准备汉字乐园的活动，毛笔字、水墨画、剪纸、脸谱，还有茶，传统文化其实很有趣哦。太好了，课堂上老师会让我们体会很多有趣的东西，真棒，真棒，耶！我带着小鱼来到了大海边，后来呢？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？想。在六月的故事大王活动营中，你们就能知道后面的故事了。你们还有机会和老师一起做皮影道具，演皮影戏呢。耶，小朋友们，相信到时候老师一定会有很多好的故事和我们一起分享。太好了。盘森骑马东，那个东后面跟着个孙悟空。小朋友们，这个六月儿童西游记活动营将带你一起走进西游记。我喜欢孙悟空，我要学关于孙悟空的儿歌。我喜欢白龙马，我要学唱歌。都有，歌曲、儿歌、游戏、角色扮演都有。太好了！假期快到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不要错过我们的华文之旅学前假期营，快去你最近的 MyStudio Center 报名吧！